月神里面天价比超高的四星配对，第一个四星国家队班尼特、香菱、行秋是队伍核心，这个配对主要靠行秋的高频挂水来维持香菱高额的大招蒸发伤害，而香菱拥有顶尖的机制锁面板，七机不细讲了，总之记住香菱一定要在班尼特大招范围开大。第四号位置的选择很多样化，可以带砂糖层伤巨怪，可以带小鹿提高爆发，也可以带重云打龙化。第二个砂糖武装，这个配对依靠砂糖的不断扩散增伤以及北斗、星球、飞仙儿的后弹能力输出，这个配对前中期非常好用，尤其是心理群怪满屏的数字看上去非常解压。第三个又要超绽放，这套配对是没有草神的玩家最好的四星超绽放配对，幺幺开大放出三只兔兔，挂草频率很高，可以产出更多的种子，不仅培养成本低，伤害也还算不错。本期视频先说这些，要谢谢琪琪吗？